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杨幂彩排照曝光，随身带水壶润嗓子，生图及精修图同样能打。今年跨年杨幂受邀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不但会带来歌曲表演，更是神曲野狼 disco， 着实令人期待。12月30日，距离31日晚跨年演唱会还有一天的时间，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五元河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彩排，杨幂现身彩排引人关注。据工作发文称，今日现身海口参加跨年晚会彩排的阿拉小幂，尽管一直飘着毛毛雨，小幂还是十分开心又认真。明天跨年之夜现场见啦！从照片中可见，杨幂身穿黑色长款大衣，头戴黄色的针织瓜皮帽和平面镜，黑长直发烈焰红唇，整体造型既是飒美又有女生的温柔感。在彩排时，此次前来杨幂还准备了水壶挎在肩膀上，以备练歌口干时润润嗓子。在彩排结束后，杨幂回到酒店，现场网友拍下了杨幂的生图。从照片中可见，杨幂的生图与工作室发布的在舞台上的彩排照几乎是没有区别，同样非常美丽，可见杨幂的颜值真的非常抗打。